哎，马总，咱们上楼聊。哎，这不是我前男友安阳吗？哎，这就是你大学那穷小子呀，你咋能喜欢这样的呢？兄弟，你来我公司，我每月给你多加500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林总，林总。林总。林总，这是本地生活的项目，您看。安总，你决定吧。约好和游戏老婆奔现，结果他竟是我的老板，我一直没敢承认，思来想去还是准备坦白。老板。安阳，你还没走呢。时间。你来了。我们走吧。嗯。当我。是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我是珊瑚。珊瑚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要不是你的游戏 ID 不换，我还真找不着你。啊？去哪呀？我送你。也行。就这儿。你一个人住？啊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们才刚刚见面，不合适吧？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女朋友，当初你不辞而别，我们可还没分手呢。游戏里的事儿，当不得真的。现在我们可是现实里了啊。上去吧，明天见啊。